江苏常州站的比赛。本次比赛由幻影台球俱乐部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100,000，总奖金近400,000元。2022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,000，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,000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 LP 球杆、野豹台球杆、 Furry 威力球杆、奥秘台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 Ports 波茨杆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亚乐美台球、 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、塞克斯桥粉、小麦皮头、振宏胶边、蹭个够商城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,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2022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江苏常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-16组第10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潘金斌、刘闯。三号台裁判员温馨，运动员孔超、王大双。四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吴修远、童璐。五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孙梦龙、谭国豪。六号台裁判员于美子，运动员李春成、孔维丽。八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崔健、郭灿杰。九号台裁判员周玉杰，运动员孙建文、唐成。十号台裁判员张月秋，运动员买里扎提、刘海。十一号台裁判员李明瑞，运动员王黎明、姚元。十二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陈晓明、冯向真。十三号台裁判员杜月，运动员周一环、葛长义。TV 三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武怡文、焦洋洋。TV 二号台裁判员赵文静，运动员朝鲁门、蒋正。TV 一号台裁判员王忠尧，记录裁判员巩义航、王航，运动员赵宇纯、刘洋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你好。双方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刘洋获得开球选择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刘洋开球。一号九题库。第一局赵宇纯胜，比分1-0，谢谢。
二局赵宇春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十秒。
第二局刘洋胜，比分1-1。谢谢。第三局刘洋开球。
三局刘洋胜，比分2-1，谢谢。是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。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第四局赵宇成开球，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四局赵宇纯胜，比分2-2。谢谢。第五局刘洋开球。
第五局刘洋胜，比分3-2，开球进台，谢谢。第六局，赵宇春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第六局赵宇纯胜，比分3-3开局新台，谢谢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第七局刘洋开球，10秒，延时。犯规。球球。延时。
第七局刘洋胜，并分4-3，谢谢。第八局，赵宇春开球。第八局，赵宇春胜，比分4-4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
第九局刘洋开球。十秒。第九局赵宇纯胜比分5-4，官方暂停5分钟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正逢交边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
雷尔劈，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，恭喜和中式台球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威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威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，使用赛克斯巧克粉，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。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赵宇纯开球。
第十局刘洋胜，比分5-5，谢谢。第十一局，刘洋开球。第十一局，刘洋胜，比分6-5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
第十二局，赵宇纯开球。本场比赛结束，刘洋胜，比分7-5，请双方选手签字。